从来没有接触过，然后也没有基本功，像一些律动有的很多他都不会。我们是在学一加一，但是他要去学那个一，所以他其实压力很大。我觉得他很负责任，因为像他有时候经常练得很晚，他都会起得更早，然后去叫大家。我觉得这个队长真的挺好的，他会怕你们体育堂，然后给你们带小跳绳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如果打个比方，就是他队长可能是数学课代表、语文课代表，然后我比较像生活委员。我知道自己实力是怎么样的，我觉得我倒也是实至名归。但是团队的话，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很想给。
拿起你们手中的点赞器，倒计时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